据媒体报道，警方最近在 Produce X101 制作组的手机中发现了直接提及造假内容的录音文件，正在扩大调查范围。据悉，除了引发争议的第四季之外，还提到了 Produce 其他季的造假，因此警方12日对 CJENM 办公室和制作组住所等进行了第二次扣押调查。之前的 Produce X101 因第一名到第20名的得票数全部都是特定数字的倍数而被质疑投票作假。对此，广大粉丝已成立真相查明委员会，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